今天我傅冷芳来代表今天我傅冷芳来代表中山大学今天我傅冷芳来代表中山大学判断这些外国人的口音我知道你们以为我的中文是外国人里面最牛逼的中文但是不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要考中文八级他中文八级了首先大家知道中文最牛逼的外国人首先是大善什么叫生气什么叫愤怒什么叫愤怒什么叫发疯什么叫发疯啊当然我们还有这个人好牛逼啊有事儿吗啊老婆哎这一帮老外跟那儿胡逼喝我带轰他们走胡逼喝、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我们的北京 All right 大家听好Everybody 什么样的人都有你别把我当老外我就没所以我长这样我英文中文法语一样好我还会 N 多个别的语言就 It's normal 挺正常的他是混谁他不是纯正的老外那没关系中国是一个大的国家什么样的人都有跟英国一样在英国你在路边你看一个亚洲人不一定是中国人有可能是英国长大的亚洲人但是今天的视频不是谁的中文最好是谁的中文最烂有点坏我一个外国人还敢嘲笑别的外国人的中文口音没素质太 low 了吧但是很搞笑所以我们看吧大牌明星あなたですよあなたに申し上げてます你说我吗中国の方ですか在日本老金優先日本人です在日本老金優先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应该是韩国笑死你了笑死你了亲爱的亲爱的这 他说亲爱的还行 You know I'm really glad you decided to learn Mandarin Why? Once you're fluent you'll have a billion more people to annoy instead of me Hey Medu Luiza You just called Leonard a syphilitic donkey 卢子他的意思他想说什么不知道给我干你用的剑 Oh god Show me your citrus peels 给我看给我看你们的陈皮哎呀吓死我了哎这个挺标准的 Two seats right there 吓死我了中秋社会谢谢好自信 You know, Bobby Day get to Shuguan, repeat these on that 慢游子我闯上很多很多慢游哎呀哎呀 What? Oh wow, you speak Mandarin? 如果你的普通话真的好我会给你讲那谁尴尬你来不来啊来了你好杜邦豆瓣 I am Jian Fu I'm Benedict Cumberbatch but I think you sometimes call me Jian Fu I'd like to wish all my Chinese fans 马年大吉恭喜发他说的还行 So you had to learn a song in Mandarin Yeah, so it took me like 2 months I will never forget this song for as long as I live Do you want to do a little bit? I'd love to hear it, yeah 你会唱中文歌 Wolverine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换在我的铃声那个爱表情给我一个吻可以都可以Queen Z, was she hung young, who shine a knee? Hey! Gay, why go away? Oh, God. Oh, yeah. Gay, why go a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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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刚刚是你。下一个人是一个美国人，他觉得中文很难。我们看看。大家好，我叫田滚，我今天想跟你们这个最坏的。其实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我，你觉得呢？他是瘦的我，我比较胖。中国话吃，我挑眼那个吃，因为He said nasally there. 因为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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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我不会说那个吃啊。I like how, 他的那个声调是词，然后他说吃。挺可爱的。这个吃是吃吃吃。这个我不懂他为什么不会说去，因为英文不是有一个单词是去，就嚼一嚼去，去去差不多，你为什么不会说啊？你会说去吗？ To chew something， 去去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就差不多嘛。我不会说那个吃吃吃去去去去去啊！如果我说我要去中国啊，我朋友他觉得你要吃中国吗？我要去中国，我要吃中国。这个主要是声调有问题。他最大的问题是声调，我觉得他的去还可以啊。当然我不要吃，我要吃吃吃。哎呀，你为什么不会懂我啊？我在查这些人的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这个人，他好像会读广东话和普通话的新闻，但是我不知道他读的是不是标准，听起来还可以。我们看一下，这是广东话。陈培昌跟哈劳一齐，作为系美国总统奥巴马嘅特使，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第八轮美中经济对话，中方将由国务委员杨洁篪、国务总理汪洋出庭参加对话。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必要说的那么快，我不知道他想证明什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当中表示，支持对话的孟加拉协商主要目的。Okay, Mandarin.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宣布，美国国务卿克里将。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宣布，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宣布，在六月五日到七日访问北京，克里将和美国财政部长杰克鲁伊奇作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使，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第八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中方将有国务委员杨洁篪。中方将有国务员远长远远副总理汪洋率团参加对话。美国国务院的发布的新闻稿说，美国国务院的发布的新闻稿说，美国国务院的发布的新闻稿说，这次对话的重点是讨论两国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一系列短期和长期的双边、区域和全球问题。在战略经济对话的同时，克里国务卿还将和中国副总理刘延东举行第七轮美中民间交流协商。民间交流协商意在促进和加强美中人民之间。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nnounced Monday that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Boring. All right, 他说的挺好的，但是有点装逼的感觉啊。你们觉得听得清吗？我觉得还行吧。OK, sounds like Mark Zuckerberg. 我觉得搞笑的是 Mark Zuckerberg speaks fluent Mandarin, 流利的普通话。你觉得流利吗？我们来判断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我爱这个城市。我的中文很糟糕，但是我的天，学学用中文。他自己说他中文糟糕，但还是没那么糟糕，但是不能说是流利的吧。我可能需要练习。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了。如果你喜欢，你可以在下面关注我。我是付东方，下次再见，拜拜。